我觉得今天很有趣，因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音乐会。再来，两厅院他们有世界各国不同的风情文化，像奥地利的水晶灯跟意大利的大理石砖块。我觉得这次的体验让我有很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今天很好玩，因为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歌曲，然后两厅院的水晶灯也很漂亮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，我下次还想再来。今天我学到了很多两厅院的历史，虽然它表面上是个国风设计，但是里面却是欧洲的感觉。今天让我看到很辉煌的歌剧院，还有很漂亮的音乐厅，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玩一次。今天来这边学到很多东西，下次我还会想来这里玩。